来，宝宝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啊，对，好，来来酱，妈妈把它酱，咱们今天来做个火山爆发小实验。我们打开看看里头。妈妈，这个是蝈蝈做的。是一个小哥哥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小蝈蝈。啊，你看好了啊，我们要打开看看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呀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边打开。哦，我们先把哦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护目镜，你看，这个是一个护目镜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哦，是这个，你看这里面是什么？我们来打开看看，好吧？打开。嗯，这个护目镜是保护眼睛的。这个我也有。来，那。你戴好啊！好，我们先把垃圾放一边。护目镜，护目镜，好，对。然后妈妈打开来看了啊，嘿，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。我们把它倒出来了啊。哦，来，这是一个模具啊。加百分。嗯，这个哦，这是一个。小 container， 然后小苏打，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小搅拌的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柠檬酸。然后这个呢，是一个小模具，到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放在这里头，对吧？这个是火山爆发，一个样子，对吧？这个火山爆发的外头。没事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做啊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做哈。啊，然后我们，你看，它会像这个一样哈，像这个一样火山爆发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，它有一个什么说明哈？哦，这个是，它里头有这些东西哈。嗯，然后好，然后看看这个过程啊，这个干燥，火山模型是干的。然后把小苏打放入火山口，柠檬酸放入火山口，就是同样的量。然后呢，混合，然后再加入清水，滴上颜色，然后滴入这个里头，然后就可以做火山爆发了。那我们来试试吧。对，它会布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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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没那么高，那它是这样矮矮的冒泡泡酱，好不好？这个头上还有个，它会那会像滋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好，那我们先弄。妈妈，这个还得滴的，那个都会喷，会喷很好高好高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那我们开始放点水吧，咱们去放点水。这是大金鱼。哦，还有大金哦，大金鱼喷水喷的好高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嗯，那妈妈要去弄点水，你等我啊。好，这个水拿过来了，然后我们要滴上一些红色的颜料，是吧？哎呦，小心一点，你要不要来帮妈妈滴？不要。啊，你怕怕？不怕。现在还没开始呢，现在就是，哎呀，滴进去掉进去了，要有3、4，哦，好，人家那个圈圈，这现在还没配好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圈圈拿起来，掉下去了，好，垃圾扔掉，好，这个颜色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是小苏打，你看，是小苏打，苏打，小苏打。我们要把放一点这个料进去，你跑了，还没有开始效果，来，那放同样的料，放两勺吧，1、2、3勺，效果好一点啊，3勺。好，那你躲那儿吧，小苏打。然后现在这个呢是柠檬酸，我先给它打开。柠檬酸。对，柠檬酸，然后要对同样的量，然后1勺、2勺、3勺，好，我们这个先放在这里啊，先要不要
放旁边一点，哎，放旁边一点。然后它上面说啊，要把它搅一下，混合一下，要不要过来？不要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吧，那你先看妈妈做好不好？好，混合了。那我们现在干嘛？用这个，要吸一点这个水。水。好，宝宝来，他不会喷那么远的，你不用跑那么远，快来看效果，不然你就看不到了。你躲那么远，快点，柔伟，快来看，妈妈要放下去了，它是像小泡泡一样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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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妈妈放下去了啊。那，哎，它是不噜不噜不噜，快看，火上爆发了。只是布鲁布鲁布鲁，你看呀，它就是布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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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它就是布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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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也被你爆发了。它就是这样啦。你看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还想再做一次吗？还想。那好，妈妈再来做一次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还要爆发呢。好，那妈妈先把这个把它清理掉，好不好？然后咱们再继续做一遍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看它是不是很恐怖啊？是的。好，咱们可以加大量来哈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又洗过了，要确保它是干的哈。然后这个颜色呢有点淡。我怎么不见颜？好，然后这个我们再加点颜色啊。刚刚颜色有点淡，像是粉红色的了。火山爆发那个火山是红红的，是不是？漂亮的深红色。然后现在我们用这个，我们放多少勺呢？刚刚是三勺，我们现在放多放一点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妈妈三呢？四。你看，五像盐有没有？好，我放了五勺啊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苏打也放五勺。妈妈不是闻小苏打？你想闻一下？有没有味道？你闻一下，有没有味道？好香！有味道的。是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，好，先放一边，要把它搅一搅啊。好的。要把它搅匀。一会儿来，宝宝来把那个水放进去，好不好？不怕吧？是的，不怕。是吧？它不会呼噜噜噜喷出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它还是挺温柔的。可是这个挺温柔，它被呼噜噜噜喷出来。好，你能吸吗？你能吸点？好。宝宝，那注射，戴好护目镜啊！好，注射，快快的，一下，呼噜一下，把它注射进去，然后来，哎，好，走开！哇，这次的效果好好呀！哇，火山爆发了！看到了不？再来一遍吧。再来一遍啊！好，我们把剩下的料都做完，好不好？这个要洗掉才能再做一遍。快一下子，哇哦！我还是这里还有呢。你水水是不是有点少啦？没有。可能水水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嗯。你刚刚是不是一整罐水水放下去的？是的。呼啦一下，你还想再来一遍吗？还想啊。它还会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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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冒泡泡哈！哎呀，最后一次了啊！最后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料都放进去了。我们看看啊，
我们是不是要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，好了宝宝轮到你了，看看最后一次。哦，嗯哼，剩下一点啦，没啦，我们都用完了，你看，都用光光了，这里面都用光了，我们做了好多次实验了哈。等我们配齐的这些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实验，行不行？嗯，喜欢不？哼哼哼。